以六敌七已成定局，初到天平开始游移，把属于自己的那张海报拿走。游乐狂欢，少女痛快释放。老师不要强颜欢笑！天哪！快点，快点！跟你们说个秘密啊，我老师连咖啡杯都没。这样的屏风，你敢不敢看？我很讨厌过山车。我想砸烂咖啡杯。王子来临，影后助战。排队排队排队。现在女孩可怕吧？老师，不要叫我，给我拍个照吧。Yes。我现在为隔壁感到担忧了。他叫什么？你什么星座的？我不要。霆锋。可以播吗？啊，好好无奈，真的是。究竟谁能助攻少女，赢得关键一局？我的答案是。喂，叫救护车！周六22点，蜜蜂少女队甜蜜对决。